到有一天邂逅你那迷人眼神，才发现自己从此丢了灵魂。假情真爱怎么来划分？不会投入到那么的深，谁给这缘分总是不停歇的加温，让自己忘了这个特殊身份。我爱上了别人的人，这份感情该继续还是该分？就这样迷失在冷冷的黄昏，为何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？我爱上了成了红尘那最可笑的人，却还忘不掉你留下的温存。还忘不掉你留下的吻。